动资健身券开放曾在去年九月到十月之间，让民众可以勾选参与抽签活动。在二十号登记截止后，共计有366万多人成功登记。二十号早上十点，也有奥运国手分别抽出幸运儿。我们先来看看稍早的画面，包括了75、91、41、65、19、03、84以及54。为了迎接暑假运动旺季，体育署除了宣布延长动资券使用期限到八月底，更因应4到5月要求民众进入健身场馆需要完成施打3剂疫苗，加码推出30万份的1000元动资健身券，协助受3剂令影响的健身场馆的业者。更提醒中签的幸运儿，可以在25号早上10点到晚上8点领取健身券使用。